给猴哥上菜，吃早餐呢，兄弟们，来。明天得要回我老家去了，两个包子，还有一点咸菜，还有一碗粥。开饭。包子还是咱们上次包那个，兄弟们，包了很多啊，一直放在冰箱里头，每天出来吃几个。白菜、香菇加上粉条馅儿的。本来说今天带猴哥回老家的，今天去不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得改到明天了。今天吃完饭带猴哥去理发哈。理个发，然后走。理个漂亮的发型，然后回老家。看看他的妈妈。还有我弟弟。弟弟妹妹，你还有一个姐姐。嗯。花椒。现在带老二跟猴哥到菜市场去，今天咱们没走成，车没到，明天来哦。干脆咱们今天先把大米什么的买好。这家就是卖粮油的，兄弟们。他家大人好像没在家。喂。啥？小桶是多少钱？18.5万。哎，啥格朗？啥？哎。大桶33万，拿一个大桶，大桶啊，这大桶20升，应该够猴哥家吃好久了。还有啥？兰德拉德斯，哎，啥皮塞公变？布罗瓦桑德朗特，都是33万，大米也是33万，50公斤的这个哈，按啥？再买100斤大米兄弟。嘞，就是这包，上车。猴哥把那油拿下来。OK。付钱来，猴哥，这一沓是50万，我再掏，等我一下。66万总共，你告诉他那个是50万，这个是16万。身上命，桑树上的。卖大米，他们家旁边就是卖这个小玩具的。猴哥说了，能不能买两个小玩具给他妹妹弟弟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小娃娃小枪，这个小枪买给你家弟弟。弟了。外面20000这个。这个小娃娃，这个好看。这张。啊？1万。这个10000。小娃娃拿两个。来，一个人拿四个，我也要玩一个。啊，四个啊，一共啊。跟他玩。来，给他吧。一共买了4个小玩具，2万、2万、4万、5万、6万，3、4、5、6。来，猴哥给钱。这家土豆好，这家这个大。外面21000一堆，哇，这个大呀！土豆咱们多买点，能多放一段时间。咱买4堆，1堆20000，就是8万。9万、10万，来，买10万的兄弟们，刚好了一塑料包，能不能拿动哦？抱着，好嘞，哇，猴哥好，施展绝技，我把玩具拿着，到那家，那家有洋葱，猴哥 ，merci。三米，多少三米？
一万就是六个，三元人民币。啊，买好土豆，咱们到这家再买点洋葱，兄弟们，五千狼三个，咱买三十多少钱？看看有多少吧。三十个洋葱，行 ，OK。来，给他来数签。三十个洋葱是多少钱来着？五千三个，一万六个，三十个五万。呀，德朗特一起。哦哦。三个人民。三个人民。啥啊 ？OK。五万，好的。OK， merci。好。好 ，merci。OK。merci， 走着，走着。老二还在外面等我们呢，咱把东西交给老二先带回家哦。来，买好了四样东西：大米、油、土豆、洋葱。你跟老二说，让他先回家等我们，我带猴哥还得去理个发去。老二右拐回家，我跟猴哥到前面左拐理发去。我知道前面有一家特别大的理发店，今天带我猴哥去体验一把啊。这家理发店啊，周围最大。到家了，开门进去。今天办了几件事情，给猴哥家买了米，然后买了油、洋葱、土豆，猴哥还理了发，然后最后吃了个冰淇淋呢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猴哥来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再见，拜拜。